解有毒性的产品，我们要过无毒的生活。我们今天是第一次，我们希望台湾人民跟我们一样走出来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，以后会有第二次，会有第三次，会有第四次，直到我们政府重视产品安全分机制，好不好？无毒生活，无毒生活，无毒生活。伙伴们，你们是最可爱的，你们是。